冰群也背负着背负式的消毒器，在林间乡各社区做防疫的消毒。方冰群的国军弟兄排成两列，在林间各社区的街道以及下水道、水沟等等进行防疫的消毒及环境的整理。在救护站内，医护人员同样的发给民众口罩及干洗手。有部分的弟兄朋友家中虽然遭受了损失，但他是仍然暂停家里的清理工作，加入社区环境清理的志工。这样的精神，真的是在时代王看到就感谢。意思的来搞清楚。以上是状况。意思的防疫消毒及环境。来，意思一下，来。状况演练18，灾情会诊与